这是全球最大型的灯光音乐汇演，展现香港精神和活力。我们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个穿梭维港两岸充满动感的旅程，欣赏这个亚洲国际都会明亮缤纷多姿多彩的一面。我们很高兴为大家介绍参与这项大型灯光音乐汇演的建筑物，从东到西分别是 Megabox、 EMAX、 海湾轩海景酒店、海运轩海景酒店、新鸿基中心、香港体育馆、中环广场、香港会议展览中心、海景嘉福酒店、和和中心、夏雀大厦、帝国中心、香港演艺学院、美国万通大厦、尖沙咀中心、中信大厦、金钟道政府合署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大厦、美国银行中心、中银大厦、丽景酒店、 K11、 友邦金融中心、长江集团中心、星光大道、弥敦道26号、汇丰总行大厦、香港大会堂、渣打银行大厦、怡和大厦、香港艺术馆、交易广场第一座、交易广场第二座、香港半岛酒店、朗豪坊、国际金融中心2期、国际金融中心1期、北京道1号、香港文化中心、海港城港威大厦、星光行、海港城海运大厦以及中环中心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您欣赏由旅游事务署制作的《幻彩咏湘江》，再见。多谢黎林欣赏由旅游事务署制作的《幻彩咏湘江》，下次再见。